Come on! Oh God! 女妖虽然是 SSR 战机，但确实是玩家最讨厌的战机，只因她的技能是切换形态。普通形态下打败敌人可以恢复自身血量，这个听起来还蛮实用。狂暴形态下，每秒钟都会减少1%的血量，直到血量只剩一点为止。先别紧张，这期间每减少2%的血量，都会增加1%的攻击力。原来是血条祭天，战力无边。那我要是反复祭天，反复恢复血量呢？可以看到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普攻是3000多，爆伤是6000多伤害。但是当我反复祭天，反复后，现在我的单次攻击90000多伤害，爆伤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10000。虽然过程非常考验心态，但是反复叠加的伤害值，在配合普通形态时的打败回血 buff， 对战 boss 简直不能更猛了。